啊，结果媒体呢就在那里捕捉这些镜头。我太太说：“你看，卡卡都有魅力。啊，你呢？你有没有那个魅力？”我讲不是我没有那个魅力，我们台湾2300万的这些孩子，他们的父母都跟我一样，很没有魅力。从小爱你的小孩子，爱得要死，给他吃，给他穿，然后把他照顾得要死。他会在你的房间门口这样偷偷看你一眼吗？看你妈妈今天有没有笑，会吗？然后妈妈一笑的时候，他乐得要死。你有没有小孩子啊？有啊。你的小孩子有这样过吗？啊，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去看卡卡那么高兴，啊，他为什么不看你呢？你有没有一样跟我一样很难过啊？所以我跟我太太说，我没有那个魅力，啊，我很难过。然后呢，我不是为我难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小孩子也没有去迷卡卡，所以啊，最少我小孩子没有给我那个刺激，对不对？但是想想看，我们这个社会有多少人在看那个卡卡？好，我不是说这个人好不好，因为我都不认识他。但是呢，我最重要就是要让各位去感受一下，同样的音声。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枯燥无味，音调差不多差不多。你看最近那个李嘉彤博士，他到台大去演讲，有几个人来听？六个人来听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在场就有60几位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我好像比他还有魅力啊。好，其实我是不是真的比他有魅力？没有。如果要说，只能够说是佛陀比他有魅力，对不对？因为各位是被佛骗来的，不是慕我的名而来。你跟我不熟啊，你怎么可能会知道我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，因为各位要听佛所留下来的楞严，所以你会想要来。好，那我们从这里最重要是要让各位知道，假定你在音声上不能够凸显出，不能够去掌握住人们对音声那个喜悦，它的频率是什么，然后他可接受的是什么？甚至于你如果说有时候呢，我告诉各位啊，但做父母有时候呢，该骂的时候要不要骂？要骂，因为当骂的时候那个音声，我告诉你，小孩子他也会提起精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听觉神经对于那个音声，所有的音声，哭着，你看。一个禅师听到竹子掉下来，那个口啰啰啰啰啰啰，啊，结果他就开悟了，同底脱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音声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音声。所以我常常在以前在当督学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跟很多老师说，我们老师在教学一定要留意你教学的内容，但是你的那个内容要让学生去，让他愿意去受想行，他愿意去受，最少你那个音声啊，要让他感觉到，哎，是他喜欢接受的那个调调。所以你甲看，哪咧讲话抑扬顿挫拢无的，啊。老师呢上课学生就一定困，啊，所以很多老人家呢困未去，我讲你若要困未去的时候，你个电视你较准，还有在啥，还有在讲经的电视台，啊，你若较准，啊，唔忙去准，还有在啥专题演讲，
因为专题演讲喽，靠哎呀，在内容靠教作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整理啊，但是你来去听下面在讲《楞严经》呢，哦，《楞严经》台湾讲的最好的是咱师父啊，他不只是《楞严经》讲的好，他的《楞严经》的那个什么那个讲义啊，你们一定要去请啊，他现在出版了。已经第三本都出来了，去年来的时候好像只有第二本，今年已经有第三本，还有他的《法华经》啊，那个都很好啊。像他在讲经呢，他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，很微细啊。所以呢，像这种微细，你除非说心跟他相应，否则你若讲心细密度不够。你没有办法进入那个除微细后，那你跟楞严是毫无相关。所以，人若讲咧爱困，啊你困未去，我讲你去请一部《楞严经》，啊开始看，啊我保证你一直在七处真心，七处真心，你那个七处真心还没有看完，都是已经睡着了。啊，其他的里边那个精髓。你看不到啊！你讲了七处真心，你都带好，你翻来翻去啊，你都永远都唔知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很细腻的东西啊。好，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外面的所有的境、所有的色、所有的音声，它都是跟我们的心是息息相关。好，各位再想想看。即阵的心吼，即咱即空气干那灵气对无？你若要点香，甲点落去，哎，那个香味，可能有很多人就开始精神来了。沉香是很贵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很贵？因为它可以安神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点不到沉香，我们也可以用檀香啊。檀香的味道很怎么样？外化，所以啊。点无偌济啊，但是迄香，你着随时拍片也掉啊。所以像那个香味啊，你自然而然会很喜欢。各位想想看，我们很多这种修行者，当你一跟他一个吃饭，那你大概就可以看出他的境界。一个刚吃素的人。他都要怎么样？要卡扎黑啊，在全神素食啊，啊，还有观世音素食餐厅啊，刚开的时候，我问他说：“你既然做素菜啊，为什么要做得像啊个有素鸡啊、有素鸭，还有素肚子啊、素火腿？”伊甲讲讲，阮这就是咧素食混吃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让这些吃。素的人，吃荤的人进了这样的餐厅，吃饱了以后，他不知道说是真的是在吃荤吃素菜。我不骗各位啊、哦，我记得大概二三十年前，一整台北有一个全神素食。那我有台北的那个泰国的一群朋友来台湾，我就请他们去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吃素。但是他们吃荤，结果我就请他们到全神素食去吃。啊，我就跟这个里边的这个大厨师啊，跟他讲：“你吼、哦，你煮的时候，你拢尽量够香啊，够辣啊，然后呢，尽量用那个什么，看起来就是荤菜一样。”啊，结果他真的这样做啊，做完了以后，结果吃完了以后，啊，应该讲，哎，无啥饱呢。我讲啊，刚刚的菜好不好吃？他说很好吃。我说啊，牡丹哥再一次好不好？结果他们都说好啊，结果他们也吃得很愉快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刚开始学第一次吃素的人，你大概都不感觉。但是、啊、如果久了以后，像我们现在要请好朋友吃饭，而且知道他吃素很久，想喝喜安娜。应采就是茶应采，哈、哦，啊那诶，寒子喝，你得干那茶寒子喝就好啊。
啊，那咧掺什么茶什么菜，你都是简单。吃素的人吃久了以后，那个菜根那个香味它会跑出来啊，那个就是当你真的吃了很久了，很有一段时间了，大概你就会品尝这些。所以佛呢，他在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都是我们心的功绩。色声香味触法，都是我们心里边呢、啊、所认识的，跟我们心息息相应的这些外层。那再加上六根跟六尘一感受的时候所形成的这个五个识，那么这样合起来再加上六识啊，那就是六根六尘六识，就有多少个啦？三六一十八，对不对？有十八个啊，这些都是跟心相当有关系的。那个前面的眼识耳识什么，那个事实上都已经是跟你的受想行识已经跑了一圈了。所以啊，你前面如果说只有前面在跑，只有生理上的反射，那么不产生。可是呢，当你进到了安全感的需要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是你的因为乐受，然后你呢就想要拥有，而且要有保障。那么爱呢，那就是因为乐受，所以你自然贪了，起了那个贪了，所以那种爱。所以我们一般人的爱跟真正一个成熟的爱它是完全不一样。一般人的爱是乐受，所以他想要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年轻人一爱那很麻烦呢，你就是要属于他的嘞。所以啊，爱然后开始马上产生的就是一种地属，你就是属于他的。那么你是属于他的，你只能够一个哦，你不能够有其他的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当老师的都知道，所有的学生一般四五十个学生，你对他们的这些爱，你知道他们程度不一样，你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，你也知道他们的秉性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你都有，但是你都希望他们成熟长大。这个爱它没有分别的，是一体的。那像这样那一种爱，我们就叫做一种是属于地属感里边最高层次。地属感里边呢，它已经是只要是我的学生，那么我就这样做。但是只要是我的学生，我同样的去爱护他，同样的去让他们得到满足，也重视他们的饮食、身心的信念。所以啊，地属感里边呢、啊，那个高层跟低层，从开始占有，然后呢是属于他的，然后你的言行举止，他就给你有很多的控制性。所以这种控制性，你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对学生也有控制性，可是那种控制性跟你对你的情人、你对你的家人的控制性就不一样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大致上就已经又开始开展一个新的东西。那像这些受想造作，然后就会进到了你的八识田中，前面的这十八个，然后这十八个，我们下一堂课就要跟各位介绍这十八个为什么能够感受，为什么它是你的心，而且这十八个都是跟你息息相关。那我们下一堂课呢，就是要告诉各位，《楞严经》各位都读过了，《楞严经》里边你要掌握住几个，第一个二十五圆通，为什么是二十五圆通呢？刚刚已经讲了十八个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十八个为什么？其他的那个又是什么？啊，那些
地球上所有的这些地水火风，为什么跟我们的身心都是有关？啊，为什么这地水火风为什么会变成我们跑到我们的身体呢？我想我们下一个小时呢，就要跟各位来分享，用去年科学家他们所进行的宇宙大爆炸对于宇宙本质的一个了解，然后呢，相对于佛陀所说的灵犀层啊，然后呢，因为有一个是灵犀层，然后加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事，去对这些灵犀层、这些宇宙大爆炸产生的这些光，然后去做了跟你相应的第七识啊，然后产生相应，然后第七识所产生的相应，也就是把你的八识种子跟外在的这个物质有两个力量，一个叫做共业啊，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别业。因为透过了共业，透过了别业，你如何去感受这些？那么我们如果了然这些情况，你都知道都是你的心在变化。那你的心在变化的时候，以后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出来你的真心呢、啊。你今年几岁？大家心里有数了哈。可是你的心是几岁呢？你看我人老了，我的心有老无？无老，跟年轻的时候是一样。所以你如果以为我这个年纪了，不会看漂亮的小姐，那我告诉你，你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从古代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，到了未来还是这样哦。啊，所以您一定要很清楚哦，啊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，真正的心原来跟我们所认知的是不一样。我们是整个宇宙都是我的心，我把心带来了，其实我根本没有带任何一点心。但是虽然我没有带任何一点心，整个虚空法界就是我的心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了悟，那你想想看，世间都是一个你啊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想想看，愉快的是你，不愉快的也是你，愉快只不过是你的情绪，不愉快的也是你的情绪。然后真正的你是什么？你自己去寻找嘛，你愿意高兴你就让他去很高兴嘛，啊，你愿意去痛苦啊，也是你自己在找嘛。啊，你想想看，假定你这一生才几年，干嘛不让自己好愉快？干嘛让自己愁眉苦脸，每天苦得像苦瓜一样？你的孩子一长大一出生，每天看苦瓜妈妈，然后那个心呢、啊、也只好被染了，成了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五蕴身心是被染，而不是他本来的面貌。那了知这些、啊、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生就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下一堂课我们就把那个如何去建构，而且如何去相应，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。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
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屏东妙云寺联合举办大蒙山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，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领众，日期7月31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，恭送普贤行愿品暨佛前大供，下午1点护生暨大蒙山法会，地点屏东妙云寺，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，洽询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福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，请线上表单填写消灾超荐牌位。连结 www.cbzy.org.tw731。高雄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。新逢教校报恩月，慈悲置业花莲中心启建中原普渡暨盂兰盆消灾超荐祈福法会，恭送盂兰盆经、报父母恩重难报经，现实供养、点灯供水、药供甘露施食、护生佛前大供，恭请湛永法师主法。日期8月21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-1673，03831-1673，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玛卡汉雅哈拉米达心哟。Thank you.
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心香，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。接下来，请收。